怎么样，沙救援，没问题吧？什么没问题呢？你看不见吗？根本达不到铺轨的要求，稳定性和强度都达不到。那还差多少啊？差大了。呀，沙救援，要不你到前头看看，这段吧是副连长教的，肯定没教透。我就说你没教透。 你到前头看看，前面没准儿。行行行行行，我看100次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理论上讲啊，一年内反复浇水，但是雨量里大，是可以加速沉降，达到稳定的效果。但是你这么做，时间成本受不了啊，费时费力，不划算呢。要浇一年？啊，沙教授，你那个意思，这个实验从根本上来说的话，是方向搞错了。 你说的很对，这方向啊，永远比速度更优先。罗连长，我劝你就算了吧，这事儿不是你能解决的呀。哎呀，磨刨了，别干了。 白天那么累，这晚上还不睡觉，你想干啥呀？考虑大事儿吗？什么大事儿啊？还不就是陆基的事儿？哎呀，失败就失败了啊！这个打仗还有输赢呢，算了。谁说失败了？这还不认输呢？认输的就不是我了，我呀，赌鬼在棺材里伸手，那叫死不认输。
又想到了一个解决路基沉降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呀？你看啊，这个泥沙不是稳定性不强吗？咱们里头，哎，加点石块，能够加强稳定性，就是个比例的问题。办法行不行啊？这要是行的话，人家早想出来了，还等你啊！哎呀，咱没这技术啊，就别瞎琢磨了，行不行啊？什么叫没这技术啊？它技术。 它有多难啊？就算它有技术，这不也一次一次试出来的吗？只要是找对方法，就能解决大问题。哎，你想想，这要是成渝铁路能提前通车，这老百姓们都高兴，团长都高兴。哎呀，你看你决心这么大呀，我这真不好给你泼冷水。哎，咱说好了，不能耽误工期，再试一次不行立马收手。行。 同志们，这个上次的浇水试验呀，出了点小问题，啊，失败。但是失败了，我们就不搞了吗？那不是，失败了，我们就放弃了，那就不是我们老虎班了，我们老虎班干嘛呢？是打硬仗，是搞攻坚战。所以我又想了一个好办法，我们把这个碎石啊掺到沙土里。连长，掺碎石有用吗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 有用吗？非常管用啊，能够提高硬度，加强稳定性。我怎么知道的？我搞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，但是放到这儿管不管用，咱们得试验以后才能知道。你看，都提点精神嘛，不要像冻坏了公鸡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分两组，啊，一组到周围去寻找碎石，另一组。 把碎石掺到沙土里，平整路基，2个小时轮换一班。连长，你等啊。那个，我叫了汽水，他应该在来的路上了，让他帮你看一看，你那个掺碎石的方法能不能行得通？你不要遇到这样子们跟到你一起别干嘛。你这个方案啊，肯定不行。沙就是原汁还没试呢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啊？ 我是内行，行不行的，我看还看不出来吗？再说了，成本太高，不可取。我们就这一小段路，我们先试试，这有什么成本不成本的呀？你怎么就不听我劝呢？一个小学生，老想教教授，这做个试验跟小学生教授有什么关系？ 听小学生的，干是。这个局里看着我们的工作报告啊，特别表扬了我们武当高勘探，而且为今后这个成渝线上迁坟地这个难题啊，积累了经验。兰兰，你的功劳不小啊！田老师，这都是您的功劳，当了那么多人的面，你还可以临危不惧，而且。 还会开导群众，要不是您啊，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风波呢。是啊，田老师，我真是太佩服您了。我们这一路以来啊，不仅跟您学习了知识，还学习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收获太多了。<笑>你这个小丫头，嘴甜得很咯。<笑>哎，不过孙家祖坟的这个事给我们提了个醒，安全是太重要了，所以呢。 局里想布队就请求派战士来保护我们。对，田老师，战士们实在太好了，又帮我们扛设备，又是扛粮食，这几天我们勘探进度比以前快多了。有解放军啊，帮我们保驾护航，我们呢就更得保质保量，尽快完成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。没错。
行，这有石头。好，就一个办，要不然我带点人干他。干什么干？找死！这一带村子人口密集，这一旦打起来，别说解放军，就周围的民兵就够咱们喝一壶。等勘察队再往前面走一点，就进山了。让他们进完山再说。 行了，这就是你说的。 哎，老罗，老罗，怎么搞的呀？啊，帅哥们，没事吧？都，哎，你说说你，哎，你是不是又开小差，琢磨你那实验呢？连长，你是不是这么倔呀？你是属驴的吗？啊，你一个人研究就算了，你说你拉着这么多人，这么白费功夫吗？你说你一个大老粗，非得攻克事件性难题，掉坑里了吧？ 掉坑里怎么了？你说你都失败多少回了，心里不清楚吗？啊！看看你这一副副，这不就刚失败两回吗？没打过败仗啊？那战场上打败仗要流血牺牲，这儿败了怎么了？ 总结经验，下次再来，没准下次就成功了。老罗，我也劝你别琢磨了，咱没金刚钻，就别去揽那个瓷器活，咱把心思放在抓进度上不好吗？指导员说的对呀，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还非就撞出条路来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？不是，这倔的人。 一般都没文化，缺乏认知啊。报告，连长，伙房给你留的饭热好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嗯。
不吃饭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四五六那么吼嘿，一二三那么吼嘿，四五六那么吼嘿，一二三那么吼嘿，四五六那么吼。 去看腰了吗？怎么样？同学，哎，罗连长去卫生所了吗？腰怎么样了？报告车队，没有。刚才我和连长啊去老乡家，连长看老乡夯实地基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还上去帮忙呢。这罗罗，行了，你去给罗连长弄点吃的去。是。这颠天夯还没夯够呢。没错，还真没够。 你看咱们这一公里路段才夯多长时间？人家老乡家里头十几平米，夯好几天，夯完直接盖房子，根本就不用等什么沉降。我看啊，咱还是工作量不够，咱要把这个路基当成自己家房子的地基来夯，也能成。工作量起码再加两倍，没问题。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吗？铁路的路基那是跑火车的。啥主任？ 你不试试，怎么就知道他跑不了火车呀？这科学实验是这么搞的吗？你要都这么搞的话，你要我干嘛呀？沙九月，我刚刚听罗连长这么一说，还有点道理。要不麻烦你帮他想想。明白。 搞实验都搞了这么多次了，你看连长已经一股脑扎进去，把自己当成工程师了。屁话！实验没搞成，人先搞废掉了。你是要准备集体炸夯啊？这样干下去，啥时候才是个头嘛？你少说两句哈。我说的是实话嘛，他搞实验，他想出风头，干嘛那是我们垫背？ 这话连长听到了，锤你哈！他又不在。实话我都听着了，连长我放心，不锤你啊。我知道。 这两次试验都失败了，大伙儿心里有意见，我能理解。但是这搞试验啊，就像攻山头一样，这一次两次虽然没攻上去，但是咱们消耗了敌人的兵力啊，这个时候能放弃吗？当然不能。只要我们调整战术，一鼓作气，这山头一定属于我们的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。
只要咱们有信心，就能拿下这个山头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就是个兵，我听命令嘛。哎，不，这回大伙都当首长。这回咱们发挥集体优势啊，四个人一组，咱们自由组合，高高的把这夯举起来。 重重的砸下去，把这个地基啊都当成咱们家自己的堂屋来砸。只要砸得够久，我相信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开干！是。大气夯子们，吼嘿！气息大子们，吼嘿！火车炮子们，吼嘿！大气夯子们，吼嘿！大气夯子们，吼嘿！ 地基老子们，吼嘿！大气夯子们，吼嘿！一级老子们，吼嘿！火车炮子们，吼嘿！江山有个张四金，踏步星辰，与日月，尔等长江奔流千军来相会。豪气冲天，卷入天，跨步千山与万水。 没有，他晕倒了。晕倒了？哎，让他在工地干活，促点五四，用一头栽到地上了。小李，哎，准备给他输液。好。于三，他怎么样啊？应该是中暑了，张副连长。 我们连队伙食困难，大伙营养都跟不上，你回去和罗连长说说，让他要注意有张有弛，劳逸结合。你不能过度劳累了，你看这样大伙一个个都累倒了，反而会影响施工进度。啊，我去跟连长说一下。副连长，你先回去吧，他这儿有我们呢，我们先观察一下啊。行了，换大的。沙救援，这回肯定没问题了吧？ 问题大了，你这路基的稳定性和强度还是达不到标准。罗连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。 铁路路基的稳定性和强度
跟农村房屋的地基没有可比性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你看看这些战士，你看看，都累成什么样了？你心疼心疼他们，都站不起来了。这硬度比以前强多了吧？强，倒是强那么一点儿，但是离达标还远着呢。这怎么办？先让战士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是。起来了，装东西，撤。连长来了，怎么又是这么晚才吃饭？过了饭点你忘了？给你留饭了。你呀，注意身体，到点吃饭。哎，这么来吗？三排的二狗子病了，给他做病号饭。回来了，副连长。哎，你给我加点热水呗，泡泡脚。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罗向前，他就是好大喜功，立功心切，害得战士们吃苦受累的，我都心疼你们。两个技术员都晓得心疼我们战士。哎，你说，他搞了几次实验了，全都失败。今天那个同学在工地上干活，一头栽到地上晕倒了。哎，照他这么干下去，那不是要晕车晕死好几个？是吗？要我的意思呀，赶紧放弃吧，就别在那儿折腾了。我是不打算陪他干了，让他一个人自己折腾去吧。弄得太烫了。哎，专员，物质怎么样？输液以后缓是缓过来了，还要再观察观察。就别去了，人刚睡下。老罗，哎，正好有事跟你商量。来，你坐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你说，用咱们现在打夯的方法吧，确实能加强地基的稳定性，但是还达不到验收的标准。如果还想再加强的话，多着了。啊？
陆王谦，你能不能别再做实验了？这都失败多少回了，那就说明咱们不是那块材料。别的我不说啊，战士们肯定不能再拼了。现在全连上下对你都有意见，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，好不好？大伙儿有意见我能理解，可我不是不甘心吗？我想着再坚持坚持，没准就成功了。哪那么容易啊？林子，子浩爷也在啊，正好我当到子浩爷面谈谈我对你看法。今天那个同学在工地上干活，突然一头就栽到地上了，现在还在输液观察。哎，余医生说了，本来我们现在就伙食困难，大家营养跟不上，你现在还要搞两个实验，哎，大家累垮了，累神了，你怎么负责？副连长，你不用说话，我张彪是个大老粗，说几句脏话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现在一张口，全连战士都晓得你要放啥子屁。我张彪够彪，你比我还要彪。哎，你要再搞那个实验，我马上向团部反映。听听，听听，老罗，你就听我们的吧，别再做实验了。就因为这个实验，我们修路基的速度已经让八连给反超了。那个周疯子，在八连那个牛皮吹得震天响啊，说咱们先锋连啊，那个外强中干，战斗力已经急速下滑。进度受影响，我也着急。可你们仔细想一想，如果实验成功了，那就不是这点进度的问题。成渝铁路整个全线有可能提前通车好几年，咱们得算大账啊！你就说你个大账好几十线，我只知道小账不能不算，上面要检查的。如果完成不了任务，马团长那就够我们喝一壶的。我跟副连长一个意见，停止实验。你表个态。举手表决。两票通过，走。太不像话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天亮了，熬了一个通宵，你不要命了？哎呀，米里就好多了。哎，我又想着一个好方法。哎，陆向前啊，我真是佩服你了，你这是撞得头破血流，你也不回头啊啊！那没有你的支持，我可不撞得头破血流吗？来来来，拉回吧。我没支持你吗？啊？你现在耽误进度了，我怎么支持你？对对对，我不应该耽误进度啊！大张旗鼓搞实验确实也不对。知道就好了，那你赶紧放弃。哎，怎么就放弃了呢？我又有好办法了。我白天施工，晚上搞实验，这样施工不耽误进度，实验还能继续。你还想战士们白天晚上连轴干？我不同意。哎，你能不能有点战斗精神？这是战斗精神吗？这是不讲科学，这是蛮干。哎哎，怎么不讲科学了？这个沙凯给我那几本书我全看了，人上头明确写着，
施工要求需要搞试验来完成，我现在就是来搞试验啊。哎，我这试验搞了，这不算蛮干吗？老五，我呢争不过你，啊，我也不想跟你说，我就一句话，不同意。哎，好，不同意。咱就按照你昨天跟张彪那个法子，咱举手表决。好啊，2-1，你还是没通过呀。咱们号召全体党员举手表决。你也是党员。我发现你啊，你这脑袋瓜子就用来对付我的。我哪对付得了你？同志们，咱们的陆基强化试验是做了几次，失败了几次。我知道，好多同志认为我是瞎折腾，对我有意见。可我为什么瞎折腾呢？我为什么要搞这个试验呢？因为我知道，一旦这试验成功了，那成渝铁路就能提前铺轨通车，这对四川百姓意味着什么呀？这个意义我就不重复了。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，就算是失败了，我们也不后悔，因为我们尝试了，我们探索了，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。我们打仗的时候，遇到最危险的时刻，我们总是喊：“党员同志们，给我带头冲！”今天我还想说这句话。党员同志们，谁愿意晚上和我一起搞实验的，请举手。好，下面我们请指导员说几句。同志们，我们白天筑路，晚上还要加班，我知道大伙儿都很累。咱们通信员啊，都已经累倒了。但是作为共产党员，我们应该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。我们不冲锋，谁冲锋？我们不带头，谁带头？咱们就一咬牙一跺脚，配合罗连长把这个实验搞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党员同志们，我们打仗的时候，敌我僵持，我们总是说要坚持最后的5分钟，谁熬过这5分钟，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现在我们的打夯法已经取得了进展，那说明是有作用的。那现在就是最关键的5分钟，是考验我们的时候。党员同志们，愿不愿意熬过这最后的5分钟？愿意。好，那我们就成立党员突击队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加班。是。水长山远，脚步不停止，云飞风卷，江水不休，黎明升起，泪光闪闪，繁星撑起灯火辉煌。大救援！哎，来了！连长，
赵远，哎，连长，我们又做了试验路段，想请你再帮我们检测一下。不是，不是已经停了吗？还偷偷弄呢？我们带着党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时间，不耽误白天施工。我们啊，已经干了一个星期了，连长怕您拦着，没吱声。干了一个星期了，赵远，连长怎么这么做好事啊？哎，就算是我们全连工产党员。 义务劳动吧，本来嘛，关键时刻是党员就要起到表率作用。我都说了，打夯法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怎么还折腾呢？分层填土打夯也许可以，可以解决稳定性不足的问题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分层填土打夯。 杀救人，就在这儿，试试吧。哎，怎么样？指导员真不行，他这个土方法行不通。 连长，之前我跟你表过态，你清楚我的态度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两句。这是第几次实验了？第四次了，哪一次成功了？哎，你好久才能罢休啊？我不是党员，我没有跟你们参与这第四次实验，但是我作为先锋连的副连长，我还是要替站长说句话。 白天，平整路基，晚上填土打夯，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冷吗？你想把他们累死，你才死心呢？站在长江北，我在。 满千山，满千山。